五岁的时候从上海的一个民办幼儿园转到了上海德国学校，当时我一句德语都不会，但是通过学校的德语辅助系统，我很快就融入了校园生活。今年我已经是12年级的毕业班学生了，同时担任学生会主任。除了准备毕业考试以外，我现在正在申请英国和美国的几所著名高校。目前我已经拿到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预录取通知书。我觉得德国的 Abitur 学制和多一门语言的优势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对现在申请大学和将来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德国的 Abitur 考试相对压力没有那么大，大学的选择范围也更广，并且有一些世界排名很靠前的欧洲顶级高校只收取德国学生，而凭借平均较好的阿比成绩就很大的被录取的可能性。这13年在德国学校的学习生活我过得很开心，而且非常感谢上海德国学校和所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我现在在10年级，我从5年级开始进入德国学校上学，迄今为止已经6年了。在此之前，我在大连那所当地的中国学校上学。我入学之前已经上了9个月的1:1课程，在理解课程上我的语法大体没问题，但是在表达能力和词汇量上还有所欠缺。从5年级到9年级，我和 Frau Spitzer 一起上了额外的 DAS 课程，这对我帮助很大。从一开始是每周9堂课，到现在每周2堂课。除此之外，每堂课的老师还会给我额外的德语帮助，比如说数学和物理，他们会给我额外的专业词汇表，以为我更好的为德语课程做准备。Ich kann es problemlos die Unterricht folgen, außer bei sehr schweren Themen wie Philosophie habe ich noch kleine Schwierigkeiten. Und außerdem hat meine Schulnote in den letzten Jahren von 2,5 auf 1,2 verbessert. In addition to German, I also learned English. From the 2 possible foreign languages, I chose Latin. And this year I also started a Chinese lesson at a native speaker level.